不喜欢听你妈叫了。你给我滚出去。这次有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就是亲密戏，必须要很感受到安全，然后才有办法很全力以赴去做很多表演。其实能够保护彼此，都不要穿帮，不要发生什么问题的，就是只有彼此。那我觉得这个信任感是很有的。还是有一幕是我要在窗户外面看他们动作，拍到我后脑勺就好了。马上问导演说不用睁开眼睛嘛，因为实在太害羞了，不敢看。你想清楚了。我觉得挑战蛮大，就是那个激情戏方面，亲密指导老师的要求蛮高的，而且尺度也蛮大的，所以在整个拍摄的过程的时候，其实有一道墙是一直冲不破的，担心会做得不好，不像太像也，心里也会怕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就和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，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